想要就是帮助人的，或者说你想要 你很讨厌人的讲话的声音是不太一样的，有没有？是一样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但是对方不会只感觉到你的声音而已，他听到你内心的状态，算不算？是啊。对。那假设你今天很厉害，你是没有能手的哦，你透过讲话出来是一般人可能感受可能都从来不曾经历到的，没有能手的讲话，你可能不容易碰到啊。我们跟书可能可以感觉到没有能手的那种什么？表情、讲话完全不一样。那他没有能手，你就可以得到没有能手的状态，或是这个人是讲个最简单的，这个人在禅定的状态，你会不会感觉到禅定的一个我们叫能量？会不会？会。所以是完全是你的内心怎么操作，那就透过你的身心散发出来他内心的状态。所以像这个部分，对不对啊？它只差没有用，像我们现在讲，就性跟相，就是什么性可以产生种种的相。那这个产生这样的相，算不算果报？算不算好报？好啊，好，再来啊。那这也就是什么论昧，就是完全是针对众生的需要，有没有？讲出这些啊，就是这很具体的啊。就所以有些人就是什么噩梦啊、鬼魅啊。然后就是在什么睡觉里面叫苦啊，你就是什么？他这边想说什么？是因为什么？你接下来要婚化到哪里去还没有决定，有没有？所以是 不去，那也活得不好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他这边就要做什么？就要什么？请你什么？拿病人喜欢的衣服、三宝，然后对病人高声，之后为病人舍布施这些东西，或供养金香，有没有？这个在我们的心中，有时候我们看到有，它是有功能的啊。就是你刚才念地藏经，然后按照这个地方去做，它本来是死不去的，结果你一念就什么，就安详的什么离开。这是比较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啊，梦见鬼，所以就是你的亲人在恶气中未处理啊。你有，也许你有机会碰到这样的话，你就跟他练什么？练地藏经，也许就看到他的效果啊。再来，这奴婢就不管他啊。那生产当然也可以啊，也可以从地藏经啊。啊，我知道有一些人哈，他在生产之前他就练地藏经啊，讲他的儿子、女儿是练地藏经生下来的，生下来以后你再练地藏经，他会非常的什么专注灵精，生下来，你们有这种经验？都没有。有。我会特别去注意啊，像我们有菩萨，他在怀孕的时候，他去打气啊，他打气他参话头。那我就会想说，哎，他儿子生出来，那我就会问说，什么事物？看他会不会这样子？有些是没有的，但我知道有一些菩萨，他在怀孕的时候，他就什么诵经，不管是诵什么大地藏经也好，是大悲咒也好，是什么南无经也好，然后生下来以后，你再念那一部经哦，他就非常安详。好，再来啊，这个我不是罪啊，是灾日啊，这刚才讲过了啊，是灾日基本上是什么？听说就是四天王天还是第四天呢、啊？每这边叫做九十一夜，倒数第二。一日、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、十八，有没有？这个应该是八灾来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就是十灾日，对不对？十灾日的
时候，还有一个讲法就是第四天啊，在十斋日的话，他会出行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四天常常跟阿修罗打战的啊。那如果你吃斋，你在十斋日里面吃斋，比如说你吃素啊，什么受持什么什么什么八关斋戒啊，那就等于是你吃这个什么人天善法，将来你可能就会什么，你投生的时候投生为第四天，这样的话第四天要招兵买马才有什么 recruit 啊，就是招收那个，所以他们就很高兴，看到有人吃这样就很高兴这样子，所以你在那几天表现好一点的话，就是他们会特别来帮忙加持啊。好，再来。这边有几个人，就是这本经什么《地藏本愿》，地藏就是它，地藏也有三啊，一个是《地藏本愿》，《本愿经》，《地藏本行经》，《地藏持语经》啊。好，再来，这边又是什么？即心动念不会是罪啊。那众生或善力，或对初心，亦恶言则增长啊。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？此消什么？比长，你假设你的什么，你只是做三次做一桩而已，那你的恶业比较重的时候，你做了以后你没办法持续太多，所以通常我们要什么，要会持续的话，必须要什么，时时化验，处处化验，然后时时修，让你的业力跟你的愿力什么。从这个贤书变成什么？变成就是平衡，或是变成你的愿力更大。因为我们每个当下，你不是随着业，就是随着愿。那这些你顺着业力的生活业的行为，跟顺着愿力的生活业行为，它都会什么？录影成为种子。那你业力的种子多，当然它出现的机会就什么？就多。力量也强。假设你的愿力的所做的生活欲的行为多的话，那你再出现，再重新从你的若隐幻影再重新幻影的机会就比较什么比较多。基本上它是这个原则的，它基本上都是什么取向。当然就是我们就是我化验。发现我做善业又分成什么？有漏善跟无漏善。那么一般人呢，无漏善比较不容易懂，可能可以先从有漏善做起。比如说帮助别人，到最后，假如有一天你听懂这个三轮体空，有没有？我说，就是你的前后链，对吗？这样你就可以懂以后，那你发愿，那你所做的话，可以就变成无漏善。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哈，好，再来。那这边民众不要什么，不要杀害祭拜鬼神啊。这个是98A啊，好，就是你杀害祭拜鬼神是没有利益的啊，因为他这个是里面他是不知道哪一种鬼想要吃的啊。好，再来，王者得一分生命。这边又是什么？众生不依圣道，用其解脱，因为什么？业力什么强大？我记得有一次很好玩啊，他们有一个菩萨得癌症哦，那他太太是邪魔的，就叫我们去给他开导啊，那我就去了啊。本来他是讲说，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，为什么得这个病？结果去的时候他开刀开好了，结果去了以后变成他跟我开始，他就开始讲说他怎么成功，怎么那个，也没办法，有没有？啊，但是假设有病的时候，他可能还愿意听什么，听我讲话。啊，已经好了以后就开变成我去听他开始。所以
所以有时候活菩萨就是要让你凄惨，凄惨你才会什么？才会反省，对不对？你痛苦的时候痛苦了，而且就是痛苦的时候你才会反省。通常我们最容易进步的是在什么？走投无路。你相不相信？那边人家这边嫌，那边骂，好吗？是不是这个时候成长最快？所以比较讨厌这个外，这不好的外境啊。那活菩萨也知道这一个，就让通常噩梦比较想要醒来，对不对？好梦是希望继续的。所以有一次，有一次那个桃园空难，你们知道桃园空难，全部都死掉了。那有个惠安，就是惠行安全的，负责惠安的。慧行官就来找我，但是邪佛的，他说：“啊，为什么活菩萨没有帮忙？因为那一次桃园空难哈、哦，大概有100个因素，还有200个因素，只要一个因素改变，就不会空难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活菩萨没有帮忙？”我说：“活菩萨帮忙，为什么？苦难的话才会什么？”有时候稍微警惕那些什么，会不会？另外一个就是什么，很重要的就是这一些人死气，其实是真的还是如梦幻泡影，如梦幻泡影。一个就是活菩萨往往就是什么，我让它发生会有帮助，或是。不要让它发生，对众生有帮助。对活菩萨来讲，就是你活了，你死了，这样来讲那是平等的。但是就是说，假设这个让你能够顺利的话，有帮助，他们可能就是什么，就想办法让这些现象不要发生。那假设就是什么？假设这些现象发生以后对你有帮助，那就让这些现象发生。你们有没有看到《华严经》啊？《华严经》里面、啊、大部分都是正53参，善财童子53参，有没有看过、啊？你们知道其中有三位、啊、有两位是把人家推下悬崖让人家开悟的，有没有看过这个？有两个大菩萨、啊、他是把你推到悬崖去的，让你开悟的，其中一个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什么？拿毛刺你的心脏，把你的眼睛挖出来，让你开悟的。你们想不通了，对不对？讲得通吗？你们看到《华严经》有这样善财童子53参，里面有这两位菩萨，没有啊？你们都没有看过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你抱一抱，那就进入三昧的哈。我也就是行这一个。那这一个菩萨就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他的方便成就，有点像师父骂人，有没有？就骂人的功效这样，然后就骂人。所以这一个就是众生恶习重大，然后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就是完全看众生的需求。好，再来啊，这个主命鬼是你看到哈，我们刚才讲说。你们相不相信有一个鬼王，他负责你的什么生杀大权？是不是一个是阎罗王啊？那现在这个不是，这个是你在什么？你在死时生死的时候，有没有他是负责这一部分的。不相信？对他来讲，他是以这一个角色啊、来跟众生结缘。通常鬼王啊、在菩萨就修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修到什么什么什么，通常你的那个层级，你可能就会变成四天王天的什么天主，或是六翼天。通常你什么，你会什么，你会变成那个天主，
叫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成鬼王，等于是带领鬼王。另外他这个是鬼王，是负责什么生死。你看他们是什么？我这边写的不对，你们116页啊，看一看吧。你看哈，在115页啊，115页的倒数第二行，就他什么呢？他本身他所的业缘，他的业报啊，就变成是主宰阎浮提的人命，就是他管这一个的啦，管人命的啊。然后生死死时，我皆主之哈，就他的业力啊。但是他会利益啊，那众生不懂，就是116页，众生不能理解我哈，不能理解我，所以让生死不得安宁。他要让你生死安宁，可是众生不懂我的意啊，所以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，后行到生的时候，但做善事，正义色彩，自令土地无量欢喜，永护慈母得大安乐，利益建筑。后已生下圣物杀害，起诸仙位恭喜长母。那通常我们都会做什么？做叶子，然后就吃什么？是蛮有钱。你看的话，这组没什么关系。举个例子啊，这个是8几年前。我们有个菩萨，他得了癌症啊，得骨髓癌。那时候本来要叫我去跟他开示，就我还没有去开示，他的一个姑姑也是出家人啊，就跟他开示，啊，他就拼命念佛。那时候他还30几岁啊，一个小孩子，小 baby 可能1岁2岁这样子，他就不顾一切的念佛，就念了一个月还不知道多久，癌症不见了。这样就出院了嘛，出院了以后，就他先生就这样讲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信那么多了，那个跟念佛没有关系啦，你要吃补一点啦，要吃鸡卵啦。”我不晓得鸡卵是什么，鸡卵就是童子鸡的。就他爱他先生就吃的，也不再念佛了。隔了没有多久，那个癌症哦反扑。他在缓步的时候，本来他如果缓步了，他在练佛可能又好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，第二次缓步以后，脑昏迷死掉，就他现在才那时候才醒过来，才来写佛。但你不信的人就说那跟他没关系，对不对？那我是极有的例子啊。他本来叫我开始的，我本来是要好，所以这一个。基本上呢，你知道我们神哈，或者是有很多是什么，什么灶神、什么土地神、什么床神，一大堆神，也就是总是要有一个职位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借着那个职位，然后什么，变成有一个什么舞台可以行善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云神？有没有？大悲咒里面有云神，云有吗？云神、雨神、三神，你们相不相信？我告诉你啊，师父在照相的时候啊，在华山照相的时候，那一天就是天气很不好，就是整个就是什么乌云密布啊，不是云层密布啊。本来我们那个长光法师还问师父说要不要改天，师父说不用，就上去以后，他照相机拿起来，自动打灯打到那个华武山那个地方，我们这边是有相，我这边还有相片的，他自动那个而那个时间哦，就是恰到好处，师父打开他就打开，师父啪啪啪打好了就关起来，师父就跟长光法师说。你现在相信有护法神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呢？我们那个水路啊，我们水路最后一天要送圣，对不对？从那个六楼的
六楼要领到那个祭灯呢，那个大概半个小时，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。我记得有一次乌云密布，就我们出去以后，营就打开，而且就一直打开半个小时以上。也跟人说，不可能那么刚刚好的。所以对那个什么迎神以神，哎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在水路都可以感觉到，我们每次水路啊，在花莲口，我们要去祭诞呢，通常不下雨。那开始花莲口的时候，噼噼啪啪噼噼啪啪，就在担心说，等一下结束会不会什么，会不会下雨？不会，通常结束以后，哎，就不下了。就是那个乙什么乙啊，就是有神。我还是在碰到有一个人啊，有个我们一个信众，他有一次去跟人家亲这个什么，他是什么陶醉塞子米水匠啊，他就跟有个菩萨去亲这个什么这个墙的时候，那下雨啊，就在收要来收工啊，就那个主人啊，他好像是一个密宗的上师，就出来说：“你不用说，我的这个地方不要下雨。”那这个我看过，我们有一个地理师，他去看风水，看到这个乌云密，就是什么雾气很大，看不清楚以后，他就画一画，啪打开了。那是有神的哈，那结束以后关起来。所以我现在不会认为就是风啊、雨啊是自然现象啊。再讲更多了，我们的之前在纽约啊，有一次有龙卷风哦，龙卷风，就有一次啊，同样一条路啊，一条马路啊，这边的树，两边都有树，就这么宽而已啊，他专门修理那。那那个树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好，那再讲啊，顺便讲多一些、啊。我们华武山就是建这个华武大学的时候，不是要移树嘛啊？我们有一个树网啊，它是造型很奇特的，树就给它开始四次。要跟你一走了啊，麻烦你啊，配合这样子啊，四次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班车要上去的时候啊，跟不上去了。只有那个法师就听他念大悲咒就跟上去了啊。然后呢，要把树把它弄下来的时候，那个班车换车。那第三次就是。树摘下来、哦、要到我们南寮要转弯、哦、哇，弄了半天，弄一个小时，然后就让你难过了，没有那么顺利这样子。啊，最后就是再到我们那个游览车平台，下面有一个树，你下去看了，游览车平台知道吗？下面就有一个比较造型比较奇特的那一个，那就是以前他们的树啊，他们就这样掉，要掉下去、哦、我们挖一个洞哦，我掉了半个小时都掉不好。那旁边刚好有个洞，噗，他自己跳进去。原来那个风水比较好。然后弄下去以后，他也不想活。我们好像是在跟他练大悲咒，练了半个小时，就速神了、啊。这个反正对人来讲的话，你们记住啊，这个时候其实什么速神，不奇怪啊。对开悟的人来讲啊。全部都是心，珠子是心，不只是树木啊，不只是阴影，全部都是心。好，看还有什么要讲啊？好，这边布施，这边还是比较讲究什么？有相的布施。你大王就是什么七宝祭祖，就是有相的。我看他那有没有讲到无相啊？这个也是有相的啊，变成大幻王啊。再来看看，也是转轮王啊。
还会讲到五项的布施啊，都没有。没有，赵丽阳最爱的布施啊。哎呀，地神护法就是他们会有什么？他透过地神然后来保护的话，他等于相当于也是我们用这个身体修善业，你看到？那他们保护就是他们的修善业。好，再来天文利益啊，那就是反正天人就是什么，见地上菩萨，然后第八。或是闻地藏菩萨一沾一礼，然后转成天母，本来是要五帅要堕到地狱去的，就变成天母啊，那堕三道啊，那因为就是不堕三恶道苦了哈，罪障消灭啊，然后我看看再讲一个比较，看这边就有了好吗？亦救度一切众生，修无上菩提，亦处理三界者，见地上形象所愿速成，所以他也不是完全是什么，没有那种解脱的那部分，只是这一部分讲的比较少。来看看啊，受记啊，读诵不忘啊，所以那个就是现前的。所以读诵那边有28个利益，我不知道在这边是在第几遍啊？西方讲的啊，176页啊。啊，这边有太多了哈，反正这边大部分都是什么？都是现实的利益啊，都是医报有没有？把医报变成好的啊，就要有个后面很简单的毕竟成佛有没有？就是什么千金代挂有没有？啊，好，七种利益啊，好，我想来，还有15分钟，我要讲前面的哈。前面的东西，你看到哈？你看如来含笑望百千万亿大光明眼啊，也就是说，他这边的解释是什么？如来实是无相的，然后他散发出来的是什么？光明，大光明的智慧，有没有？就像我们，比如说我声音，我是慈心的，我透过声音，透过表情，就散发出来什么慈心？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这个要杀人，即使他没有讲话，你会不会感觉他露出那个凶光？还有那个，这个面目的表情，心里你可以感觉到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你的心境已经什么就记住了，把它散发出来。你看，智慧云，什么吉祥云，另外一个就是什么？接下来就是禅波罗蜜，就是我们叫六波罗蜜啊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心啊，能所双往以后，你散发出来的那一种。那种内心的状态，也许以前没有叫做能量是吧？没有，我们叫什么波是吧？那这边就相当于是什么
散发出来的能量。假设你这种这样的心，你是这种心，你散发出来的就有这种能量。我记得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，可能大家都听过了。比如说我曾经修这个慈悲啊，叫什么？不是慈悲三昧水禅啊，就是慈心啊。就那一阵子常常说，我、哦、希望这个众生啊，离苦得乐，像这个众生离苦得乐，就只有这样讲而已啊。看到都希望众生离苦得乐。那有一次，首先我是先从屏东机场啊下飞机，然后看到两个计程车司机在吵架啊。那有一个是比较善良的，他是排班的，就有一个是小混混的。人家插队，那就插队了。那些善良就说：“哎、欸，老大，这个要排队。哦”我那个小混混，哇，插队还已经理亏了，还说：“啊，你敢讲我，我今天不准你排。”你没看到这样的话，你们会怎么样？哦，那时候我出家了，哇，我这个，我这个火大啊，就碰出来呀、啊。要去揍人的这样子，那因为穿这个衣服不好意思，我还跑掉。那时候我出家大概还不到十年啊。那经过十年以后，有一天我又在那一个捷运啊，看到两个计程车司机又在吵架，那我马上看出哪个是欺负人的啊？哎，同样的那个火大又升上来了。那时候刚好我在修慈悲啊，就是叫做慈心啊。本来是想说看是哪一个人什么是欺负人的，突然间我念头马上改了，哎、欸，我发现两个人都苦恼，对不对？这两个不管谁对谁错，是不是都诚心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希望他们什么，他们的诚心消灭。哦，刹那间哈，一个什么音哈，像是一个气哈，哦，非常舒畅的气就从头顶这样降下来。那相当于这个，有吗？你什么心啊，就产生什么样的现象？我那时候还准备说，好，我走过去哈，你们是不是在争到钱？那我就什么掏钱过去。我那时候准备这样，但是没有过去。啊，所以你是什么心？一个是你产生什么行为，另外那个果报马上传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。所以这里面你看啊，布施、忍辱，布施是什么？是弃除什么心？贪心嘛，对不对？施罗哎，是不是就不讲了？施罗哎，施罗叫持戒啊，西法就是。禅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，施罗就是持戒波罗蜜，禅定就是精进波罗蜜，然后比利亚就是什么？不是禅定是忍辱，那比利亚是精进。在这边哈、很有意思的哈，我们叫布施是三轮体空嘛，波罗蜜是已经是三轮体空的哈。那施罗波罗蜜哈，就是持戒波罗蜜哈。他们的真正那些禅师啊，他们是什么呢？他们不是持戒，他们是不持戒也不什么不破戒。持戒你是不是持戒相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听懂？好。听不懂没关系，另外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啊。有一次啊，有两个禅修者啊，有一个禅修的人，就是他就是什么打坐啊，坐得非常好啊，我叫什么挺腰挺胸啊，拿合理三个，另外一个就躺在地上在睡觉啊，就那个禅师就过来就跟这一个什么。跟这个挺腰就没有打瞌睡这个人说，你怎么那么懈怠、啊？你要跟人家学一学啊！我们真的看不懂呀、啊，
在睡觉，怎么那里的经，那里就你就是懈怠嘛？结果他讲说那么懈怠，就他讲什么呢？这个人挺腰挺胸的，就他是不是抓起金金香？有没有？你也敢躺着？他自知是懈怠，对不对？可他的心他是不取精进，不取懈怠，不取向精进，有没有？那他们这个一样，我不起持戒，也不起破戒，他是不住的，那是可以念念的精进的，这家庭叫波罗蜜。那布施也一样，就是什么，也不布施，也不什么吝啬，那这样的话你就随顺了，你可能就是如果你布施，你也不会觉得有一个在布施。他们是两边离两边的，就是不取向的，但是他还是可以产生叫做世俗的叫做布施。那禅啊，精进啊，刚才讲的精进已经讲过了嘛，精进就是什么，也不精进，也不什么懈怠啊。那禅是什么呢？不禅定，也不散乱，有没有？我们一般起禅定下，你是不是心有住？他是不起禅定下，也不起散乱，到最后他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他在这个部分，当你要懂了这，懂言之，你不取向，你的心性，你的心性本身本来就记住什么？你的心性本来就记住什么？波罗智慧什么禅定，你的心性本来就本质什么记住，只是你有取向可以求，这东西就什么就变成能所了。即使你有了，变成你是修精进，你是修忍辱，不是修忍辱波罗蜜。那慢慢讲说什么没有？因为我们比较多讲的，比如说没有折磨我的外境，没有被折磨的我，这是大家可以懂的。可是假设你就修忍辱，没有忍辱，另外忍辱的，相反词是什么？对抗，也不是，啊，炫耀不是忍辱，啊，不是啊，忍辱不忍辱了，啊啊。没有，你起忍怒一定是什么？你起忍怒一定是有对象的嘛，对不对？他要讲说，没有人折磨我，当然就是什么，没有什么忍怒相不忍怒相，那也没有什么不忍怒不忍怒或是忍怒的嘛，就是练习你不取向，而不取向的当中，你又能够产生种种的相。就是我们叫不定不乱的话，那我可以可定可乱，可在乱当中不定不乱。还有比如说，好，他外向，刚才那个讲说什么，他不精进不懈怠，可是外向是可以什么躺着，可以躺着是什么不懈怠不精进，是不是也可以坐着不精进不懈怠，可不可以？因为我可以产生种种的外向，就变成那一个精进或是懈怠，就变成它的用，它的功能有没有？它的功能，好，差不多了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还有什么时候可以问的？像不像《地藏经》？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